超邪恶的炸银丝卷加棉花糖，再淋上满满的炼乳。今天梅森要带你们去吃台中新开的居酒屋夫酒串屋。太嘎后矮嘿梅森，老板跟我一样是客家人哦。店名的夫酒也是客家话喝酒的意思。虽然是新店，但是他们家的师傅已经有多年的烧烤经验哦。每道食材、每道料理的时间、火候掌控的都恰如其分。今天下班揪了几位朋友一起来这里吃美食放松，当然要点好点满啦。各位看这个满满的一桌，是不是很兴奋啊？梅森今天点的都是店家推荐的餐点哦，烤串的表现都还蛮不错的，葱盐鸡腿肉、照烧鸡肉、明太子鸡腿肉更是来两杯的好味道啊。他们家的明太子和起司给的量都很大方耶，海鲜更是绝对要点炙烧鱿鱼，Q 弹咸香非常的刷嘴。当然如果你也需要淀粉的安慰，他们家的明太子乌龙面奶香浓郁，非常滑顺，面条 Q 弹不容错过啊。最后再用超级邪恶的甜点画下今天最完美的句点，我想今晚各位就不醉不罢休咯。